大家好，我是一个健身教练。最开始运动的目的说起来有点肤浅，主要是为了身材变好啦。我很常做核心类的训练，太软的鞋底或地垫就像踩在棉花糖上，很难稳定住动作。那我最近爱用的是 Tumas 月胸健身出的超指滑旅行垫。今天的影片会用我认识月胸前自己工作室使用的瑜伽垫来做一个对比，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两款瑜伽垫差在哪里吧。第一个是我自己最有感的指滑功能，这款瑜伽垫一旦铺好了就扒着地板不放，也不会因为动作让它造成卷边。再来是稳定性，厚的瑜伽垫比较容易让足弓塌陷，那其实薄的瑜伽垫比较适合我们做核心臀腿的训练哦。还有就是超轻便的，卷起来的大小就跟我自己的差非常多。因为这款的设计是旅行用，尺寸跟重量都经过设计，比较方便携带。去瑜伽教室上课时也可以直接铺在公用垫上使用，增加直滑跟阻隔汗水。还有一个优点比较主观，就是我觉得颜色很美，每次运动心情都会很好，拍训练记录影片的时候效果也很好。那喜欢类似的影片，欢迎追踪阿法工作室跟月胸健身哦。